这个是野蛮游戏 Go 四点机会，快点，又快又是机会。有空调，这个是空调。你猜好了。还很烦。机会抽到的到底是吉吉乐？这关两人必须同心协力，在30秒内挤出半杯柠檬汁就可以过关喽。好，计时30秒，要弄出半杯果汁哦。OK， 半杯你们要集中一点。Go go go， 六加油！好，集中一杯吧。加油！好，计时开始。好吧。加油加油，两个人笨手笨脚的，还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这项任务，让人忍不住为他们捏把冷汗哦。不过照这样情况看来，似乎有不太乐观的感觉嘞。30秒到了，很显然是没有半杯了，2杯了，那直接就喝这杯了。喝掉，女生喝这杯了，男生喝苦茶了，好不好？干杯。但是酒精是比较脏哎，脏哎，这妞怎么喝人家挤出来的那个脏哎，这妞，哎呦，苦茶这个味道，对啊，它恶心啊，掌声鼓励一下。